三只小燕子。梅晨，你好各位现场的朋友，电视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我第一次看见你出来没有头巾。我第一次看到你说第一次头光光。大家第一次要不要摸一摸？哎，对，你知道这个潘美辰的歌声在大陆非常受到欢迎。我也有耳闻。有耳闻，对对对。那么潘美辰也说非常喜欢看斯琴高娃的戏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这一段一块来欣赏你唱歌，要不要讲几句话？不是。我不太会说话，我想唱歌就好了，没得说错话。哎，我想也对。好，你热烈掌声来欢迎潘美辰，我曾用心爱着你。OK， 谢谢斯琴高娃，谢谢。生命。